先好你哦。当你懂得了体谅，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当你明白了这道理，你心情将会更开朗。人人为我，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我今天的主角苏成佳师兄，是北港的头一粒环保经济。在十几年前，他就骑机车在大街小巷再回收，而且在他的带动，北港的环保也慢慢发展起来。但是在八年前，阿家师兄的脚踏夫去开刀，都无法度继续做工课。不过，就算讲伊的脚不方便，也是坚持要去环保站。是安怎师兄要这么认真做环保呢？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这拢我较早我工具箱啊，这拢工具箱啊，啊一寡较重要拢有诶，拢转互人无，咱算无咧做吼。这拢有我工具箱啊，这拢嘛是只，这是有拍掉咯，这规个拢嘛是做对这样个电视头较济咯，哦。哦，就这是无分开，你甲白底也是用内面拢是啦。哦，嗯。这样绑起，这样绑，哦，这样绑，哦，这样绑，这样绑。我等于做，我都要宽半年。看你落去，我就家己出，我刚看半年，我就出来做师傅啊。别个一个朋友，一个新干房要摕，我无含讲介绍，直接伊就叫我去，我就去啊。头摆我无含讲介绍，是讲咱咧搬落出街吼，唔敢和人讲介绍，结果吼，伊咧水。最慢靠抓着，就安尼吼，就安绑起来。你不知道，啊，你帮你绑，这样听我绑，然后头个就绑针，针规是针派晒入去，后来我就家己来做，做到到尾啊吼，要去倒来北角。迄个北港迄个，我甲做个头家吼，煞安怎哩呐？煞一寡师傅走了了，啊甲我讲，啊当无师傅变喏，同安尼，安就好。我买下来做对电视，环境关系啦，啊都印刷都歹哦，啊我都无咧订都袂用滴，啊我这人就白色狗哩个。你把我看到，我看到，我就想要做，我就甲做。啊！做水电你来讲，一日干呐？你楼梯安爬起、爬间、爬悬、爬低吼，迄毋是讲干呐？毋是讲干空心人啊，拢还佫摕物件，把块迄个洗头要用的物件，关关加加，一日有当爬足一摆。啊，阮做饭厝才是济。啊，就是安，啊，有当像讲即马开始咧过迄个工，像这拢有咧工路，啊无哪有电，啊种工路拍咧，你只拍啊夹楼梯爬去打工路拍好，啊拍好配工才去过，啊拢都爱爬梯啊，啊像要咧去有电，即拢嘛爱爬啊，起起落落啊，拢爱爬啊，啊一日你还想，咱等个食素个，哦啊食素你。这个钙质补不够，啊，就出问题。啊，其实嘛，不是安那年岁关系啦。当老到45岁了，就得开，咱的钙质哦，大流失，啊，咱唔知呀。啊，要补袂有啊？
脚就是安尼啦。这手术几百日啦，这手术操了，都看我会记得从四五百、五百以上啦，操六百下啦。这手术操六百，咱做者我近五百。嗯，哦，讲这双脚骨，真辛苦，我一层过一层啦。嘛来，家己往了四个月无好势，咱这石膏拔起来袂行，再搁因小妹搁甲带去重庆，搁摕这眼头的软骨啊来斗，哦，斗了会行，会行。到即摆医生换去家人重庆咯，即摆搁一单后尾牙齿啊，着搁去家人重庆牙，爱是该做拔起来，我着交去办办往往啊好势。爱就叫我倒来，伊要家住遐，伊是真巴结啦，伊袂院内人俩，袂像人讲按院内人遐物安尼，伊袂啦，足巴结。像迄碰迄腰腰子吼，结石吼，迄暗时三更半暝十二点外去马祖病院注射倒，我嘛毋知去注射倒安尼。嗯。迄石吼，听起是先听涂骹无空要两落呢。啊，车家徛咧。啊，爱拢后倒来家徛咧吼，去住住咧，搁倒安尼，咱嘛毋知讲去住倒。哎，讲就是伊这点拢袂院内人袂晓物咧，伊对安足巴结嘞，啊袂安尼院人来袂遐安尼。早晚就出去，早晚后面再回去，回去提咱人去，再早晚拍算。嗯，我个人吼，我是感觉家己足知足个啦，因为伊了第一袂乌白开啦，啊袂乌白含人安尼牵啦，你遐我伫安尼个啦，啊算家己啥物代志通做，啥物代志毋通做安尼，伊了家己真会家己个理解就对啦，袂讲像人讲乌白来安尼，迄着安尼个啦。我着感觉咱若安着足满足个，厝内了查甫人若莫乌白开，莫乌白母安着好啦。啊，趁个伊是拢也袂乌白含人去迄着咯。啊，都安着好，买厝内，人讲家和万事兴，安着好啊。啊，我咱若无咧，也袂讲要求啥物，啊，伊嘛袂讲要求咱啥物。啊，三顿，互伊食吼，伊嘛是真凊彩啦，真简单啦。我若往遐伊食啥物咧，伊也袂挑剔，也袂遐安尼啦。啊，都安着真好咯，我着感觉咱着足满足个。即讲起是安尼啦，啊，我都爱斗拍拼，无我赚着都拢食了了，啊，都伊在斗田安尼啦，啊，即有即个家啦。即难买啊。这水电就我家做的，这就我家做的，这阵我还袂安尼，我。即马水倒位啊袂。我无头油啊，我甲你讲实在，我无头油啊，但是收成较歹。但是早冬会趁，晚冬啊，当地来了钱，所以晚冬我就无种。虽然是无头药啊，还佫会趁，趁少。我就无头，我事实无头啦。
啊，人生长了，就是爱伦理啊，是是甲非爱搞清楚啊。哦，你是非，哦，该做，那像咱咧做，咱就是是啊。像咱即摆做环保，这都是对的行个，咱都要坚持啊。哦，啊，非就是讲无应该做，对社会对遐无理，咱都要卖啊。这重要就是安尼尔，迄菩萨。哦，也是哦，是是是，到几年了，两行年了。是啊，嗯，安尼脚骨安尼拢袂弯弹。啊，迄个迄个做讲，啊，是咱正世人的业力啊。咱人来这来来这所伫这世间吼，所做所受的，就是，迄拢有一个业力啦。啊，咱着带来这业力，咱就是要去接受啦。啊，要安怎讲？啊，无有人就是一世人无病无病，啊，有是人一世人是那病痛较济，迄嘛是拢生一个业力啦。啊，这就是爱去接受伊，欢喜去接受伊安尼，叫叫注意啊，注意哦，忙到。行啊，这条。这已经真走得掉啊！啊，已经走。啊，师傅常咧讲，师傅诶，欢喜走，交关走，安尼啊。忙吃，嗯，那那吃啊，忙吃，哎呦，甭卖吃，卖吃，忙吃，卖吃，卖吃，卖吃。好，给你三碗。没有吃啊？啊，来，别吃嘞，别吃，来哦。我们，真好。我知啊，伊拢做事真得啊，啊，袂歹啊。阮了了讲，做骨力嘞啊，啊嘛好啊吼，有空去做就好啦。啊，有闲就来这和恁家己啊。嘿啦，啊，足少来，拢是头尾暗做营照来。伊即马去做，下早就去做，做啊到下晡，都上这个时间才有出来。啊，有早搁较暗，啊无不看人。若要参伊行一半，我那无简单啦。哎，来这有啦。哎，然后搁一半啦。这个红的汤，它起来较无。哎，孙兄，这条这红河里头钓好了，这拿袂，我解钩对袂起。这像这种都爱钓，这种我较注意。啊，这条路可能大部分拢无法钓，我拢在钓。这条路吼，我有靠行，但可能拢真少。哎，妹妹我比较，妹妹我比较。阿静，爱去捡花。阿妹拄啊，咱两个也拄。哎，都伊都落去，然后就加减出来。初初，咱初次打了，初次咧做饭包干锅呢。咱这方面。啊，到尾才豆豆人就是增加出来，即摆足侪人哦，像委员咯，啥拢有啊，志工也有，拢有啊。嗯，然后豆豆滴滴，这算阮组织滴放，那像迄树啊，滴大啊，滴滴壮壮，滴滴大大长啊，意思同款意思。先头一位尔，再过来。啊，滴滴久久个，滴滴发呢安尼啦。
我车拢放车啦，车拢放车来车，我车越来越用嘛。这多少电号流流七七的用用啊，七七。啊，整理哦，整理一下呢。你像阿你咧环保站嘛，用一个火塘。啊，这都我唔会做啊。我讲这故事给你听啦，这初初就是这阵佛祖先来，啊，佛祖先来，啊，我看到这佛祖，我都唔敢阿跳落去啊，啊，我跳唔敢跳落去啊吼，啊，佫插落这，佫，这是叫上古叫海，无这上大悲咒的呢，这个佛像上大悲咒的呢，啊，我转讲转钱，转捡来我唔敢搭拆掉，让佮放大啊。啊，像这每次我拢做卡啦，这不是安尼，这拢豆豆花所豆豆做起来的，安尼了。啊，全了跩跩物件全豆滴滴啦，这拢会所当的，像这嘛拢会所。啊，每只当豆豆来。我拢今仔日会使讲较晚来，空起来愈济我愈早来。我着慢慢五点外四点外来，安尼。这站工作是较算内面还无车入来，就无法较免遐早。这土拢土先拆了，啊，油才放到桶下来，安尼要腌才好腌。对啊。哎，他安尼开刀了，他也不爱想讲咧厝里困就好啊。嗯，啊厝里困，我时间都拢无去啊，就拢干单伫厝里困。送饭遐主要意义嘛无。啊，但咱我都定讲会食，吼，啊目睭会振动，啊我都要做。我的理念就是安尼，吼、哦。算讲无爱讲安着通，哦，那是讲真正书店咧讲，书店蛮叫恐怖个，吼、哦。蛮叫容易掉的，但这世间分分秒秒拢是爱把握啦。我即阵初初小细菌感染，叫阮查人念啊，讲我是着拢乌白，拢乌白母啊。我讲，我着迄个含迄个无关系啊，对毋？迄是医生甲咱消毒了无好，含做工作都无关系，对毋？豆豆伊去人人遐讲啊，豆豆在你家才袂啊，无较无。我迄阵我讲，你迄着是咱有工作做工，啊，伊都毋知影讲这菌是为倒来。你睏到第一时开刀房，伊个感染着了，对毋？咱专业嘛讲，你伫个开刀房感染着，人个专业就安尼讲个，因咧有人咧讲叫阿哥，我就讲阿伯。来，先我啉一下。阿婷啊，伊即马出来讲叫咱尽量吼，莫甲浪费。遐要地开地几地起？我遐有地几地啊，遐我嘛。这个唔敢算贵，唔敢啊，但是算讲嘛袂当讲无叮当啊，爱有叮当有做有诶，身体才搁较好，啊嘛较那个会当坏。啊，无样阵伊嘛是感觉甲我讲，啊我安尼脚安尼变残废啊，变安那讲心呐无残就好啊，心呐无残，咱就无感觉讲身体诶有残残块。
听是安尼，来阵开刀好啦，过来就是咧情况中间袂疼，是怎无力安尼尔。哦，咱讲实在是无力安尼尔。啊，你好就是靠咱怎样运动，啊，斗斗看好不好啊。啊啦，我是一心在就讲，来这嘛是算讲要把握时间啦。你有打车来无？一边公务人员较认真啊，迄个人公务人员八点上班，伊拢七点就来啊，做几工个，嘿啊，逐项做啊，足精进个。啊，今年搁有参加见习啊，嘿啊，真的是上人的好弟子啊，嘿啊。这个宇宙万物吼，有生就灭啦，所以你爱去认同这点吼，开始甲结束了迄条，拢有开始甲结束。啊，你咱一旦发挥所时阵，你唔发挥，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哦，你无当发挥就无啊，人也甲你收起，是一路沿路也甲你收起，你看要发挥啥无啊？算袂了。阿家师兄讲。上人创造职业，让人未失业。虽然伊的脚踏夫去开刀，无法度继续做水电，但是并无失业，等到有更加侪时间，会当投入环保，愈做愈欢喜。而且厝内人嘛拢真支持，所以对伊来讲，做环保真正是无烦无恼啊。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出来再打人，大家也无咧创啥咯。我就较早讲，大家咧变经济，什么做代志我都做啦，先生我嘛做啦。反正用就做就对啦，用较用的人就去做啦，无咧较用的人哦，也着去做。煮饭我嘛来煮啊，先生我嘛来洗啊，啊，无咧分就对，啊，大家互相泡平安尼。啊，走。他那时候有一段就是一阵子脚换那个人工关节不是很换得不是很顺利，因为感染，然后再重新拿出来，然后又再装一次。他说他刚换完人工关节没多久，他要去也是去做，还就是还在复健，他还是还继续去做，然后结果可能后来又感染，又去。感染发烧也是很久，半年都查不到原因，他还是后来他还是坚持一直要做，所以他坚持这个心，让我们真的是很这个小孩很敬佩，可以这样坚持他认为是对的事情，他这样一直要把它做，哎呀，就是不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可以这样一直要持续下去。赶快走过来，走，快点走，走在这个旁边，这样好吗？